哦，南瓜皮带的，哎，老板，你好，这个南瓜怎么卖的？这个1000块钱的，1000块钱一个对，南瓜吗呀？对对对，一个，就南瓜，就南瓜，还有里面很多东西呢，这些东西都放里面对，了吗？放里面放7、8公斤肉，还有很多东西呢，这个需要多长时间？这个3个多小时，这还干嘛？尝一下我们。哇，这个南瓜就有7、8公斤了，我看对，10多公斤的这个，哦，喂，里面这么空吗？对，就把籽儿去掉。这里面的全部去掉。这南瓜里面空空的，你看。前方哦，7、8公斤有了。有。前方红萝卜。红黄萝卜。小麻瓜放一下。前方皮儿子。还放土豆。这啥东西啊？这盐，那个味道的东西。调料吗？调料。八角、花椒啥都有的吗？我看。哇，八角、花椒啥都有，香得很啊！这个味道已经过来了。这个我也枸杞放一点吗？对，枸杞多多的来，老板呢？好，好东西，好东西。干果，干果。你看这个里面现在有葡萄干、无花果干、心干、红枣、枣干，啥都有。放。装满了，装了7、8样东西，这个里面。哎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好了，好了，烤慢了就行了，好好，哇、哦、哇、哦，20公斤多一点，这个感觉，这个里面一滴水都不放吗？对，不能放，一滴水都不放，瓜去油呢？南瓜的水自己煮出来吗？对，这个、可以，哇、哦，哎，太重了，老板，先放这儿。喂、哦，这个温度300度有了，感觉有，哇，太热了，哇呀，哇，哎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，哇，再大一点的话，馕坑都放不下了，这个。对，放好了。等多长时间？这个3个多小时。呀。A few moments later。哇、哦，可以啊，3个小时，我香味都已经飘过来了，是吧？香得很嘛，等了3个小时，哇、哦，南瓜皮带的，哇、哦，喂，太重了，师傅，这个拉都拉不过来，哇，直接在这儿切一下吗？我看一下，哇、哦，很香，很香，这个，哇，哇。煮熟了没有？熟了，香也香。香，哇，这个肉就有点那种南瓜的甜味儿。感觉再多烤个20分钟、30分钟更好了。这个吃起来有点甜，这个肉，各种干果，现在各种这个加到一块。胡萝卜。还可以吃一下这些南瓜了。新疆蒸南瓜真的甜，真好吃。这个得把我们公司十几号人都得叫过来了，吃不完不然管，咱们也刚好加班了嘛，不是？对。明天晚上是很不错的，你们觉得1000块钱值不值？